本节目由王婷婷做过的奶嘴和老年武术班赞助播出。小哥，救命啊！小哥，小哥，快去跟那个绿帽哥学早操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绿帽哥。但是呢，有些小宝宝他长大之后健康，怎么健康？那接下来欢迎大家来到 S Hello 星梦学院。那我们小班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班叫什么名字呢？我们叫小可爱。这个观众们是什么情况？回来回来回来，小班里面。那我们大班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叫什么名字呢？我们是老可爱了，感觉就是话里面有一丝老气的感觉，老可爱了，有一丝的老气。就比方讲，我们这位夕阳红大 C 来，大 C， 不要 Q 我，大眼睛。那好了，娜娜，为什么你会被分到大班来呢？这是他们三个求我的。啊，求你妈！说就是身子骨不太方便，就是帮帮他们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哎呦！我们老年武术班。哎呦！卡不车。哎，真的是最美不过夕阳红，这么一把年纪了，还在这里。你过来，不是吗？那就让我们进入下一个游戏，小鸡快跑。请做出你们的选择吧，来吧，3、2、1，好啦，我们的选择已经结束了。现在这个战队情况看起来，后面的成员都觉得我们老当益壮队可能是真的够厉害了。不叫老当益壮队吗？叫老可爱了，对对，老可爱了，对。黄婷婷她说我不可爱，没有，你们老可爱了，老可爱了，我乐意了。本队的鸡妈妈，哇，两位鸡妈妈已经站出来了，两个人可以说是在斗鸡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的小朋友们已经就位了，我们年轻，我们骄傲。你们以为你们年轻，你们总有一天会像我一样老的，一样老的，一样老的。什么叫猪队友？就这样的一个队友啊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又进入我们的游戏吧。3、2，别踩脚啊。一，小薇，游戏开始。侯佩云淘汰。真心人淘汰。抓到了。我们老当益壮队，哎，还是仍然 F 四还在啊！你开始，哎呀！老当益壮队已经不行了。对，你们就绕小圈。Keep on fighting.
是60分，是是是。然后我们这个呢，我们的5分钟传一下啊，那我们这个结果已经很明显了，冲出小人国，自己的选择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选择他们嘞？因为爱情。爱情是黄婷婷吗？啊、好，口口一。对，反过来，加油！耶！口口一，口口一爬起来，口口一。爬起来，爬起来。恭喜我们老可爱组获得30分的奖励，我们下一组。我们的黄婷婷和费庆元，我先给你展示一下我有多灵活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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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费庆元，我玩奶嘴的时候你还没投胎呢。吓死了！吓死了！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加油！加油！你根本推不动飞行员，蹲下来啊，蹲下来啊！看来这个黄婷婷啊，玩奶嘴的时间是……黄婷婷，这个奶嘴还是……哎呦哎呦哎呦，快了快了，没了！黄婷婷率先过来。现在我们飞行员和黄婷婷两个人互换，加油！飞行员倒了，整个球都瘪了，加油！想拉着飞行员同归于尽，好了，哎呀，真的，圆圆还是不错的，虽然在战斗还是友谊第一啊。好了。好了，我们恭喜费庆元啦！经过了我们刚刚的4轮游戏啊，我们老可爱组除了最年轻的娜娜之外，全部失败啦！啊，我们恭喜老可爱组。好的，谢老板们，我们加啦。那刚刚我们很多的比赛之后呢，老表现的最棒的就是我们老可爱 Lucky 的小妹妹。其实我们组里面真的是娜娜一个人，恬不知耻，但是我们依然很棒。恭喜我们老可爱的组，要永远继续这样可爱下去哦。